哎哈喽大家好，这是来自南昌 Summer Dance and 修楼梯的袋鼠，很高兴来参加这次旅行。袋鼠哥是做什么的？我就是个职业舞者，跳 hip hop 的。终于找到一个跟我一样九四扛着这么大的，在这个节目看起来比我老的太多了。现在是我的主场，